我们这一学期开头啊，等于是在提纲挈领的把上个学期的要点呢再说一遍。缘故是上学期讲的分量很重，那么各位虽然上过课，可是抓不住要点了，等于白费时间，所以我开头的时候很快速，要点先再给各位啊，做一个这个等于回顾复习啊。那上个礼拜我们是谈到宋杂剧，对不对啊？宋杂剧啊，和金砚本，它可以说是传承很密切的关系。以前呢都称宋金杂剧，也就是说在金代啊，他的宫廷的这个幽灵小戏啊，其实还是从怎么样继承什么来的，继承宋代的。可是到了这个金末啊，各位知道原蒙古帝国啊开始先侵略什么，先去打金啊，所以到金末就很乱啊，这个首都啊也一再迁徙，到了金哀宗的时候啊又迁到了迁回了这个宋代都城汴京啊。那这个宋代的幽灵啊，是宫廷幽灵啊啊，这个当然也散落民间啊，同时啊，这个金杂剧也沦落到，不是沦落了，也传播到民间。那传播到民间，它最大的这个变化就是演员啊，由宫廷幽灵转移到什么呀？转移到民间的艺人。而民间的艺人在金代啊就叫做行宴人家，行宴这两个字啊，根据胡记的宋金杂剧考啊，他在王国维的基础上，行宴的这个意义啊，包罗的人物啊类型是很多的，也可以说民间低下层的人啊，行宴就是等于我们说巷弄里边呢、贫民窟住的地方，也就是破落户、大杂院这些，那里边都住了哪些人呢？住的有所谓乐府里边的歌妓，而这个歌妓是由歌妓里边呢最落魄的啊，乞丐呀 民间呢、这些人，这叫行宴人家。那这个宫廷杂剧流落到民间，演员呢就改由他们来演啊，这行后来呢就怎么样？民间文学各位知道了，他就这个字大家比较熟悉，因此呢他们所演出的剧本就叫什么呀？宴本。就好像说话人的凭借来说话的就叫什么呀？话本啊，所以宴本是这样来的。其实他和这个他和这个宋杂剧呢没有什么分别，可是各位也要知道，宋代毕竟在金代怎么样之前，因为有北宋，对不对啊？然后金在被公元1234年被蒙古灭掉，
说金彦本呢，虽然是金末才开始出现的，可是他对宋杂剧来说，会不会有一种怎么样？有一种远见呢？啊，远见。那么远见呢、啊，就汉宋杂剧相等的，可以说彦本。可是呢，他远见，这个彦本呢，远见出了彦妖啊，还有个彦串。这三者都可以叫正彦本，也是彦本的主体，在今呢变成这三种。串是哪一个那个意思？我们上个礼拜说过什么？五花串龙，对不对啊？所以串呢、啊，可以说就是啊五花串龙。那它的演出的特色就是一种。土风舞的舞步，那个呢，就叫踏串，含有少数民族的这种土风舞的舞步的味道。当然，它的基本的特色是古籍诙谐啊，还是古籍诙谐。那燕腰这个词汇呢，可以说啊。直到现在呢，只有你们曾老师把它破解了，啊，从早期最先谈到这个的，那个写古籍会考的冯元君，啊，冯元君和以后的这些啊，像钱南阳啊，胡济啊。等等呢，对这个妖啊，都有各种的说法，但是都证据不足。我运用的方法来考察这些是什么呢？各位，用最笨的功夫。上学期我曾经说过，有一种最笨的功夫的研究的方法是什么？把相关的资料怎么样？一条一条列举，按照类型，按照时代，对不对啊？哎，我也运用这样的方法，列举了什么呢？有这个胚子，这个胚子呢，它有时候可以做这个桩，啊，那它底下。妖墨有时候也可以什么呢？光一个胚墨，有时候也可以装妖啊，这样的词汇很多很多。那我们呢，绝对可以有很充分的证据证明妖墨就是。别起杂剧早期的称呼是民间的称呼俗称我们讲过这个角色有怎么样有专称有俗称对不对啊那这个妖墨啊就是别起杂剧而且这个是什么呢路轨部里边呢、啊，中士城的路轨部里边，就绝对可以考察，而且清清楚楚。各位总知道这个人吧？这个人不可以不知道、啊，你学习。名人呢，一定也要连着他的怎么样？别号要记啊，中继先中士城的路轨部，这个呢就是定点，各位知道吗？考证东西，你要找一个实质可居的
那样的一个观点，像这个是定点，把这个定点找出来。好，妖梦就是可以画等号，它是民间俗称。而这个北曲杂剧的这个杂剧是自元，自元是谁的年号啊？元成祖，自元八年，把国号由蒙古改成为什么呀？大元，元代，啊，最起先，元太祖的那个，一直到元太宗，啊，都是称蒙古。到元世祖，世界的世，忽必烈，至元八年，才改称这个大元。至元十六年呢，灭掉什么？才灭掉南宋，啊，灭掉南宋，而这时候才出现杂剧。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妖梦，也就是后来实质的北曲杂剧，已经流播全国，啊，成为那一个时代的戏剧戏曲的代表。那宋代是以什么来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戏剧啊？宋杂剧，所以元代也取杂剧为他的代表剧种。所以北曲杂剧我们一般又称为什么啊？元杂剧。那么杂剧为什么可以称妖梦呢？我们来从这些名词可以发现什么啊？原本汉宋杂剧的主演者是剑角，还有呢，他的次要的演员是墨角、墨色。那么这个剑，我们说过是参军系的什么角色变过来的啊？参军的合音，这个呢就是仓库的户，仓库的户，一音之转。而在参军戏里边，他主演古籍诙谐。变到宋金杂剧院本，它里边的参军社，原来参军社变成拿了个竹竿，所以又称竹竿子。你们现在看到乐团的指挥常常怎么样，拿一根指挥棒，有时候行进的话是不是拿 一根这样子啊？那个就是古代竹竿子的遗留，所以它变成乐团的指挥，戏曲呢就变成影戏，对戏曲的演出，它就变成影戏，影戏就是道演，啊，道演，他自己变得影戏，道演了，而原来参军社演技古籍诙谐的，就交给他的副手傅静去演出。同样的情形，这个仓户呢变到宋杂剧里边成为梦，可是这个梦呢变剧团的团长，自己也不演出了，而交给他的副手傅墨去演出。所以啊，这个宋金杂剧院本由傅静傅墨演出，是这个缘故，为什么正的都不演，找傅的，是这个缘故啊。然后呢，到了院本的尾声，就金末的时候啊，
慢慢的把近角主演的这古籍灰水用一种口白冰白为主歌唱为次的这个什么呢闪烁和少部分的歌唱逐渐转移到墨色墨色呢它往那个歌唱方面发展注意往歌唱方面发展所以呢就以这个墨色为主了歌唱为主了因此呢在这些名词里边这个妖墨也可以被称染墨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墨色是蓝的蓝就显著的是代表性的主要的都叫蓝墨民间的口语那么妖墨就是说这时候的这个墨色呢它是妖妖是小的意思但是树木字老妖就是第一对不对啊说帮会里边的老大以外第二名是老妖哎啊妖就是第一的意思说妖墨就是以墨色为主角以墨色为第一在说明呢这个金燕扁到晚期他的演出由古籍灰水往哪里推移啊往哪里推移往歌唱推移这为什么元杂剧郑墨为主唱对不对啊是这个缘故那么在这个过渡里边这个燕本燕妖就燕本妖墨的这个合称就燕本里边以墨色为主要演员了、啊、但是他还是燕本的体制体制什么呢因为各位知道郑燕本和郑杂剧都是怎么样两段在南宋的时候又加入了开头的一个什么呀一个燕段还有民间的小戏又加了一段叫散段民间的小戏是什么样是杂错的班所以叫杂班他没有进过宫廷演出但是在民间你们看看燕段是一段郑燕本郑杂剧是两段还有民间加进了民间小戏散段总共几段呢、啊？四段这四段各独立演出的所以我把它叫做什么呀小戏群懂了没有小戏群这小戏群已经含有怎么样起承转合四段他把它合起来合起来呢故事起承转合成为一体事实上就是等于元杂剧的怎么样四段四折的根源根源和它发生完成 有所距离那元杂剧的四段各位要注意它故事怎么样起承转合联系成一气这是对金燕本的怎么样改进发展可是它还保留金燕本的四段各自独立的小戏演出的形式所以元杂剧呢演第一演唱完第一折中间就加入啊音乐演奏啊杂耍特技啊
乃至于布袋戏的演出，不是布袋戏，偶戏的演出啊，然后再演第二者第二段，第二段和第三段之间又再插入，最后再有一个什么呢？结束，舞鹧鸪啊，什么表演啊，开头的时候要开喝，闹场，这是元杂剧的演出。我有一篇文章就元人杂剧的扮演。所以历史上学者常常说元杂剧四段由郑诺来歌唱，后来也有郑旦，郑诺大概占百分之歌唱这个元杂剧的比例啊，大概六七成啊，那个旦角大概三成多一点点，所以是以末社为主体，所以叫妖末朗末啊，元杂剧。有人就说那四段唱下了喉咙不是破了吗？其实没有关系，他演完一段就可以睡一觉啊，让别的这个乐器演出歌舞啊、杂耍特技啊、偶戏在里边串场，这是元杂剧实质的演出情况。所以四段一个角色来独唱没有问题。那这个独立演出就是保留了宋金杂剧院本的一种原来的传统啊，因为它独立演出的传统啊，所以燕腰呢，它只是歌唱两段啊，歌唱两段，到腰末才四段，这是由宋金杂剧院本到这个元杂剧的历程。所以元杂剧的根源演出的这个什么发展形成，就根据这个就可以考察出来了，考察出来几个名词就可以啊。第一，院本就是它的根源，渊源。妖末是它的怎么样过渡，不是了，院妖是它的过渡，妖末是它的怎么样在民间的完成，杂剧是取得怎么样取得这个戏曲的这个艺术文学的地位，代表性的时代代表性剧种。所以各位，院本、院妖、妖末、杂剧，这就是这个北曲杂剧原生发展的四部曲。那院本当然是金代末年，所以渊源金代末年。院妖那大概晚于这个一二十年，这个在也在宫廷里边形成了，因为它金院本宫廷里边是形成，到妖末呢，大概在金王一二十年之间。杂剧，那就是至元八年以后。各位，这个戏曲史上从来呢没有人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把它解决了。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他北曲杂剧在原生发展的一些名词，是不是四个名词啊？考定它的意义，这个意义。金末元初的杜仁杰的《庄家不识郭南岳》这一篇里边，有一篇叫做有一句话，任何一个学者没有解对的，叫串罢江腰波，有没有记住啊？串，五花串的串，串罢完了，接着什么江腰，腰末的腰，波动，那意思是什么？演完怎么样？
彦本再接演什么别曲杂剧。这种情形啊，有好些证据。在这个由这个杜伦哲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在金末元初的演出，啊，剧场的演出，是彦本和杂剧前后同台演出的，前后同台演出的。我们台湾的歌仔戏刚刚起来说，和歌仔戏比较传统的叫什么呀？乱弹戏，对不对？也就是别管戏。他先演别管戏，而那时候谁喜欢？大家喜欢看什么？歌仔戏，再演歌仔戏。下午啊，没人看的时候，先演歌仔这个别管戏。晚上大家喜欢看了，再来演什么？歌仔戏。在京剧刚刚形成的时候，京剧刚刚形成的时候，也是先演什么呀？开场演出一些，武打戏，招来观众，欢呼手足，来看看这个什么剧场里边打打杀杀，这个特技杂耍，然后接着再演什么？演了一阵子了，接着再演这个昆剧。那么演昆剧的时候，一般呢，庶民百姓啊，或者是就觉得呢，该去放水了，我们不打，要上厕所了。于是呢，好些人就离开剧场。因此，那个时代的昆剧已经过了时了，虽然还在演，但是不是大家喜欢看，大家喜欢看还是怎么样？新成立新兴的这个京剧皮黄戏，而那个时候呢，把重要的演员、重要的演出啊，什么压轴好戏呀、大轴戏呀。就摆在后边，这时候大官贵人啊，或者富豪这个富商巨贾啊，才进场来演出，啊，演第一流演员啊，谭鑫培啊，或者是什么梅兰芳啊，诸之类才进场，啊，以前的演出是这样，还是前边昆剧，后边怎么样新兴的京剧。和前边金院本，后边元杂剧，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演出的情形。所以那时候的昆剧啊，有一个外号叫车前子。车前子，车，汽车的车，前边的前，子儿子的子，桌子的子。车前子是什么呢？是一味中药。这个中药就是专门治小便不通的，啊，意思说啊，昆剧演了，这个上厕所去吧，啊，你就由此可见，昆剧在我们现在被怎么样捧得那么高，可是，在清代啊，皮黄戏兴盛的时候。京剧是被打得一塌糊涂，啊，不，这昆剧被打得一塌糊涂。所以在金末元初的时候的演员，尤其演主角的末色，他们的记忆记载，都是要兼能演彦本的古籍会写，也要能演怎么样，妖末。歌唱的歌唱艺术，这也都有证据。所以我们这个把这个情形，各位资料，资料与资料之间互相怎么样？互相可以激荡的，
互相可以互补有无的。好，悲曲杂境，我们要借这个把它梳理一遍啊，它的这个原生这个过渡啊，成立发展奠定它的地位都有了。元杂剧是这样的一个啊原生的这个历程，但是王国维先生他是极可敬佩的，但是他是一个开创者，开创者里边会不会有所不足啊？不足就周延不足啊，就是说该考虑的问题没有周延，因为他只花六年的时间开创这门学问。第二呢，就他思虑的这个什么层面，或者每一个问题，他也可能有这个站不住脚，甚至错误的，这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够说静安先生有错误。我在三十几年前写了一篇静安先生的书评，我把他的长处写了，他的短处我这样写，其中两大短处，第一啊，元杂剧绝不原生于北京，这个相当震撼吧。北京只是因为政教中心，它由汴京原生以后，流布到后来元朝的都城，政经文化艺术荟萃的地方，在那边怎么样？大大的兴盛。就像皮王戏是不是原生于京北京啊？不是啊，这个因为近代，大家都不会有疑问。也是因为什么呀？在北京那边喜欢了，京化了，再流播出去，大家才称它京剧。它在北京不叫京剧，就叫皮王戏。所以后来像廖奔啊或者等等采取说元杂剧啊是北京山东的东平啊还有山西的临汾啊这些地方是他的四个重要的元杂剧的地区，没错，但是它从我们的考证，它是原生于汴京，刚才说的山西临汾、北京，或者是河南，啊，东平就山东，是它的流播地。它流播地，我们可以考察出八个省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王国维把元杂剧分成三起，三起。他认为，像关汉卿啊这些人都在北京一带活动，你只要到顺，至正，就是元顺帝的。驻政的后期才流播到杭州，这个啊，现在呢也不对了，因为从元代文献流传下来，有个叫袁怀，他的诗有五首诗，大陆有一个学者呢把他考察，我又把他进一步呢再梳理。在至元二十几年呢、啊，毫无问题，这些人已经都到了杭州了。啊，不要等到元顺帝，所以应当在元杂剧的早期要进入第二期的，
真正元杂剧的是元贞，元贞年间。那元代的人自己元贞这个什么如何如何，元贞什么，那是元杂剧最盛的时候，所以就要修改，修改这个王国维的看法。这两点各位知道，一个剧种的原生，他最早的语言和腔调一定要用哪里的啊？比如说我们歌仔戏现在唱的是什么闽南的方言，闽南总不会在福州吧，更不会在杭州，闽南就是怎么样，漳州为核心这一带。我们台湾就是从漳州、泉州的移民过来，所以歌仔戏到现在用的是闽南语的对白，闽南语言原生的歌谣小调、腔调，也就是闽南腔。元杂剧流播以后，音韵会不会发生变化到各地方去？所以到元代中叶以后，才有一位周德清。周德清他做什么？中原音韵。他说中原音韵才是元杂剧的正音啊。那中原音韵 是哪里？什么叫中原音韵？中原是哪里？开封、郑州，还有什么呀？开封、郑州、洛阳这一块区域。那我们刚才说开封汴京就是什么呀？开封。所以毫无问题，汴京就是中原音韵的语言的核心。其他流播出去的语言发生变化，有一点变化，但是以它还为准，所以这在在都可以证明。我一个老朋友，他已经去世了，杭州大学的徐硕芳先生，他对于这个戏曲的作家的生平脸谱下很大功夫。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啊，说元杂剧里边和金草金和汴京有关系的这种痕迹剧本内容现象很多。如果不是金代末年原生于北京的话，他会写那么多吗？我们歌仔戏里边的那些是不是都是歌仔戏的乡土故事为多啊？周成过台湾，那当然周成就是泉州人到台湾来啊。这个陈山五良是哪里人啊？泉州啊，闽南人啊，金姑赶羊啊，等等。所以你汉这个剧情啊，这些和当地有密切关系的，一定是和那关系。元杂剧就是和金汴京有关系的很多。当然，后来在北京啊，在这个燕京啊，在汉这个元代是燕京，就现在的北京啊，那它兴盛发展，当然在题材会往那边扩散了。可是保留了很多金代的印记，金代的痕迹，那就可见它是和原生有密切关系。所以这些观念啊，是一般的戏曲史啊，都不是没写到，或者错误的，各位特别留意。这个俗文学里边啊，像胚妖墨这个妖啊，
可以写成哪些写法呢？啊，这个腰可以有这三种写法，这个墨也可以写成这个墨，啊，都是什么的关系啊？音同，对不对啊？音同。我们现在有个成语，装神弄鬼，装妖作怪。装妖的妖应当哪一个字？啊，装妖的妖应当是哪一个字？应当这个字，装妖。因为装妖就是装扮成元杂剧的那个演员。那妖墨呢？当然要伏击诙谐啊，这个装模作样。可是现在都把它写成哪一个妖啊？写成这个妖，所以这个妖底下只好再作怪啊。比如说还有一个成语，大家都用的，有多少种写法呢？好，我们现在都用哪一个啊？河流的河。河流的河。为什么叫河？为什么这个信口就可以开出一条河呢？没有人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叫做以讹传讹，鸡飞成市，食焉不察，都是这样的。这个字开赫，赫又怎么样？让你突如其来震惊注意啊，或者好像冲着我来了。这个喝水的喝也读喝，都是入声，所以喝字写这个，写这个都可以，一般是写这个。合作的合呢也是入声字，说开合，开合呢就不是入声字了。这两个字见于宋代，这个呢见于元杂剧，这个见于怎么样？清代。清代像《红楼梦》里边的信口开河就是这样子。如果蔡英文的话说，《红楼梦》都这么写的，谁敢说他不对啊？奈何都是自自然然了、啊，对不对啊？可是人家奈何不是写自自然然，是写什么？是写字字悠悠啊！看左眼了、啊、就变成自自然然，然后呢？就一直不认错，元杂剧就写这个啊。那么什么叫开赫啊？开赫就是在宋元时代啊，一种说唱文学戏曲的演出啊。那个剧团的团长啊，在演出之前先上台啊，去向观众来说些话。各位说这话有什么作用啊？因为观众在剧场里边还没演出以前一定怎么样，吵吵闹闹啊。我们中国的剧场又是开放式的，好，舞台上出现了剧团团长了啊，各位亲爱的观众啊，本团今天什么啊，本团有第一流的美女，第一流的小生，本团有第一流的编剧啊。今天各位来演出的是什么啊？吹牛半天，像这样叫开赫。开赫呢，还有暗赫，
按住的按，还有说喝，就开喝。在演出的过程上，其实有这三部曲的，是大家不留意。暗喝就是演到怎么样，正高潮的时候，关键性的时候，剧团突然要出来了。好，司马相如，你唱到这里正好听，站起，司马相如就站在不唱了。你看看唱得多好，你看刚才多精彩，下边更精彩啊！啊，各位赏点钱吧，拿出来，就大家丢铜板了，丢什么？啊，最后说和。今天呢，各位看看多么愉快啊，演得多好啦！我明天戏比现在怎么样？更精彩啊！啊，早一点来啊，这叫说和。你们看那古典小说有没有说？且看这个什么那边正兴高采烈的说，在树林里有一个穿黑衣的人，一箭就要射过来了。然后，啊，这个罗成是不是因此呢会被射死啊？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对啊，类似这样子的啊，所以信口开河就是开始啊。所以好些啊，我们戏曲里边，你掌握了一些民间文学啊的一种我们常说的，它自行的怎么样行进。还有呢，字形还有哪一点？省文，省文就什么意思？写简体字啊，省文的额变，错误的变化。从声音来说呢，音静，像仓户的户啊，汉墨都是入声音静啊，参军合音。和静是音静，同音就两个字，卤肉饭，你把它写成山东的卤，啊，美食家就会说，台南卤肉饭来自山东，对不对？这就是以讹传讹，一错了，啊，譬如说。我和这个施德义以及当年这个杨富莲啊，我一些学生，包括陈芳啊，到南部去做田野调查，调查台南有一个叫做竹马戏，他们相传说竹马戏来自于山东啊，我就觉得。竹马戏怎么可能来自山东呢？山东没有同类型的这些啊，倒是怎么漳州有一个东山岛啊，漳州外边有个东山，我去了，那边就有竹马戏。你们要相信哪里啊？闽南的文化，对不对啊？当然是漳州的东山。可是去传来，那时候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垮以后，拼命跑来最多的是谁啊？山东人。山东的整个完整的军队撤退到台湾，所以山东的这个老乡最多。东山山东，是不是一字之反而已啊？啊，所以我告诉施德义。你绝对不能写山东，说传他们传说山东，但是应当做东山。第一，田野调查怎么样？第二，如何？现在那边还有残存的、恢复的这个竹马戏。
而且在那边的蛛网是可以追溯到宋代，啊，像这个些学术啊，民间常会有这种错误。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谈同样的一个治学的态度方法，那就是南齐戏文，啊，怎么样原生，怎么样成立，怎么发展，采取的学术的方法和切入点都一样，就是把有关南齐戏文的一些名称排除那些，就像你们接这个电脑的怎么样，什么信呢？啊，人家给你的这个资讯，有一些垃圾资讯，你要把它删除掉，对不对？保留那些，同样我们也删除那些。它的名称是一种共性，古今共性的，和南齐戏文没有直接关系的，删掉。删掉以后有哪一些呢？每一个名词都可以代表南齐戏文它不同的时代。傅灵生术可以说代表它原生的时代。永嘉杂剧、温州杂剧是永嘉，就是温州，温州就是永嘉，它地名因为时代怎么样而改变，因为时代就好像台高雄以前叫怎么样打狗，对不对啊？现在叫高雄，所以古代的打狗就是现在的高雄，道理一样的。基隆以前怎么写啊？鸡的笼子，现在写基隆，啊，所以温州永嘉是一样的。然后戏文为什么称戏文？戏曲，永嘉杂剧是由原生的地方小戏傅灵生术过渡到发展完成的戏文戏曲，戏文戏曲就大戏，它的过渡。永嘉戏曲加上戏曲上加永嘉，表示它怎么样了？它流播到外边去了，已经传到外边去了，啊，好，南齐戏文显然是对什么来称呼的？北曲杂剧，可见这时候汉元杂剧、北曲杂剧是不是势均怎么样？开始要怎么样？要抗衡了。南戏文，啊，也有称南戏文。那南戏文显然就是南齐戏文的怎么样简称，南戏呢，更是南戏文的简称，所以这三个呢，事实上是怎么样一物记之异名，因此呢，有意义的是这个。第二，这两个呢一样了。第四、第五，说这五个名称就是南齐戏文的生命史。这种研究方法没有人做过。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呢？因为戏曲的资料多不多啊？不多，支离破碎，零零碎碎，啊，可是有一点呢，可以容易做定点的。我就想到戏曲也是个生命，也是艺术，有它的艺术文学的生命史啊，对不对？和我们一个人从小生下来到死亡，
是不是个生命的，我们生命的生命史，它是艺术生命的生命史。我们人也有生命里边，包括他的这个为人处事、对社会国家的作用贡献等等。拿我来比，当我呢被称作把那个勇毅这两个字啊用日文来称叫 Nagayoshi， 当我被称为 Nagayoshi 的时候，我一定是在什么时代啊？日本人还统治的时候啊。那我是1941年出生的，日本人被我们赶出去是1945年，所以当我被称那个游戏的时候，我虽然不包尿布了，但是怎么样还没念小学啊，对不对？这是可以断定的。哎，当我被叫曾永义了，那就可见我上学了，同学都叫我曾永义啊。可是当我被称为曾永义先生的时候呢，起码我像个人啦，对不对？啊，也就是已经成长了。啊，哦，他可是台湾大学的文学硕士啊，那我又念什么？大学毕业啦。啊，我是文学硕士了，哎，研究所毕业了。啊，文学博士，那我民国65年。以后才有这个称呼啊，因为我民国65年，1971年，哎，当我被称为曾永义副教授，好，那民国60年，我就在台大中文系开始教书。我们那时候博士一毕业就是副教授，啊，当我被称为曾教授。那要民国65年呢，1976啊，因为那时候我才是称谓啊。那如果说我有一天出现说曾董，查了半天，这个董事呢，哦，他居然在中华民俗艺术基金会还当过董事长。那么当董事长是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所以称我曾董的。董事长的时候一定在这几年里边啊，然后他说，哎，这个名誉教授，那可见我已经从什么呀台大退休了啊，等等，我的一些一生里边的头衔是不是代表我这一生里边的怎么样身份履历、生命的成长啊，道理是一样的。我就用这个观点把它翻转过来探讨了这个中国戏曲史上永远没有被解决的别曲杂剧、南曲戏文的生命史。从这一切入，就像庖丁解牛怎么样迎刃而解啊，所以各位呢，自学的这个方法和对问题的切入的准确是极关重要的。富林生术这个称呼，哇，那学者也花了很多篇幅做考证啊、猜测啊、转注啊，这个什么呢，假借啊，种种考察了半天。可是我常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啊，读书人容易犯的大毛病是什么呀？以浅作深，很简单的事，他要把它说的怎么样，很不平凡啊，很有这个什么道理，很有什么，说了半天。治君之初矣，
至今之初矣。自从你离开了以后，就这么简单了。那有些欣赏者呢，至今之初矣，心如香不染。哎，思君如怎么样？如明月，夜夜减清辉。思君如明主，这个一个比喻。其实这一首乐府古曲就那么简单，表示一种离情，表示一种对你思念的这种一种深厚的那个怀思，就这样就过了。可是我一个朋友花了20000多字来写这一篇，包括心乳有多大，就像个女孩子的心脏一样大小。你想一想，往这里想的话，那还有要摆在闺房哪里？这些就是以浅作深。还有怕的是什么呢？以深作浅，那是我们能力不足，人家有很深厚的含义，你说不出来，这个可以求进步。可是以浅作深，这个的疑惑更可怕。还有我还讲过什么？不要以浅作深，更不能这个以深作浅，应当要怎么样？深则深之，浅则浅之，这样的一种态度才对的。傅灵生说也一样，把中国文学里边的转注、假借啊，这个什么都拿出来讨论，啊、哦，深一看就知道，你那个傅灵的傅，哎，他说成这个一种鸟，但是这傅毫无问题，就是猛禽，对不对啊？老鹰之类的，这傅灵就和后来的这个什么呢？参军仓户的户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傅灵就是古籍诙谐的演员，这很简单，就是参军戏里边的就可以得到证明。灵是干什么？灵当然就是演员啊，古代幽灵的灵啊。生疏呢，就是傅灵这样的一个演员，他的生活表演身段带有那个生活特色的。生疏在闽南话还有没有啊？虾少嘛，虾少是不是你说话的那个语气里边含有怎么样？你的情绪，你要传达的某种意义。所以傅灵生疏就是古籍诙谐的演员演出的那个模样，那种生活。请问这是大戏还是小戏？当然是小戏。所以傅灵生疏就是南齐戏文的小戏时代。那么永嘉杂剧显然在宋代的时候，宫廷杂剧有没有流播到他那边呢？他有没有汲取流播在民间的宫廷杂剧，吸收他的词乐啊，这个文学，他已经有所这个什么呢？长进。那他称永嘉或称温州，表示他这个戏有没有被附近或者什么流播出去到外邦去了，外边的城市去了，已经有了。好，那么戏文戏曲为什么称戏文呢？
因为在那个时代，说唱文学话本就是说唱文学根据来演唱的那个底本叫话本。说唱文学的那个文学的部分就叫话文。所以这时候的南曲戏文已经有没有剧本了？有了。他的这个剧本主要根据的是什么样的文学呢？就说唱文学的故事了。所以这表示怎么样？他的故事是不是还是很简单呢？就不是，就曲折，引人入胜，像什么？像话本小说一样，金戈铁马，花前月下，墙头马上，等等这一些呀、啊，引人入胜的征战故事啊，神魔故事啊，或者爱情故事都有了，戏曲。就强调他在曲啊，说唱文学里边有没有很丰富的音乐成分在里边呢、啊？有啊，像诸公调的音乐还不够多吗？对不对？古词、弹词，说戏曲就说他也吸收了这个说唱文学的音乐的部分，壮大它了。所以戏文、戏曲。在印证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从剧本看来，它是小戏还是大戏啊？它已经是大戏了。所以戏文、戏曲，好问题就是已经在吸收了当代的说唱文学的故事内涵和音乐，壮大为大戏的标志。再往后又出现了《永乐大典》，各位知道这些排列是按照时代的。这个宋末，他呢传杜宗年间传到了这个江西的南丰，南北的南，丰富的丰，江西的南丰这个地方。江西南丰的人就称呼他为永嘉戏曲，可见他是传播到那边去了。他还被称永嘉戏曲，可见永嘉南丰的地方腔调、语言、音乐的那个腔调的强度性，比起温州这个地方的温州腔来的强还是弱啊？弱，所以还保留永嘉戏曲的称号。可是同时也传到杭州啊，就被改成杭州腔了，昆山腔不是、啊、这个温州腔就没有了。传到海盐还变海盐腔，传到余姚变余姚腔，传到昆山变昆山腔。可见杭州、海盐、余姚、益阳、啊、包括益阳叫益阳腔，昆山这些地方的腔调的势力是超过什么呀？超过温州。所以呢，他就温州腔的原生地成为大戏以后，他流播到各地去，有没有沾染各地不同的音乐成分、语言腔调的成分，而变成一种不同的流派艺术啊，就有了。所以像杭州
海盐、益阳、余姚、昆山这些呢，就是温州戏曲、温州戏文的流播地，但是也结合当地的语言腔调，形成一个新的不同腔调的剧种，这叫流派。那它保留一样是什么？南区戏文本身具有的体制规律，它一样的体制规律，可是语言腔调它变了。所以大戏一定是一元多派，由这一元流播出去多派。可是我们讲小戏的时候，小戏怎么样？简单，艺术是雏形，简单。所以北方可以有怎么样？同样小戏可以秧歌戏，长江流域有什么？花鼓戏。东南采茶区有采茶戏，西南有花灯戏，所以小戏就可以多元怎么样并齐，大戏就一元多派，道理是这样子的。论时间，这个傅灵生述，根据可靠的文献，从明代以后所说的，那他应当是南北宋，北宋晚期，永嘉杂剧应当是南渡以后，南渡以后啊。这个宫廷杂剧广为流播民间，成为戏文，要在南宋中叶光宗，光大的光，光宗绍熙，绍介绍的绍，熙康熙的熙，南宋光宗绍熙年间，那有四年，绍熙有四年，等于现在西元一一，好像九二九三左右，那个时代，南区戏文就成立了。成立的时间有好多证据可以看出，它成立。所以这个。那么南曲戏文对北曲杂剧，这应当要在北曲杂剧流播到杭州以后，啊，在这个元代的这个什么呢？至元年间呢，就应当算开始。那以戏文、戏曲对称杂剧，那又是怎么样？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以后，所以大概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都可以把它考察出来。不，最近呢，我又发现一些很简单，但是呢，却可以引发讨论的空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啊，说永嘉杂剧恐怕要推到北宋，要推到北宋，所以傅灵生述的原声，甚至于会。早于五代，会在五代这个时间，
但是这个呢，只是根据有限的资料加以推测，但这推测绝对不是这个用冥想或者是一厢情愿的这种推测，有它的根据和道理。像这个无法被证实的，就叫假说；有办法证实的，就像上个礼拜我们说过的，那个方向是，对不对啊？那个面具，考古学上，殷墟大墓就有方向式的面具，完全一样，文献、田野考古都一样，它是铁的证据。可是文献出现呢，是在战国年间呢、啊，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两千。三四百年呢、啊，可是殷墟大墓是什么呀？是三千三百年以上的殷墟大墓，这科学考据、探什么什么的策略，这中间差一千多年，你要信哪一个？当然要信这殷墟大墓里边的实物，因为文献的记载可以怎么样？古代很残缺啊，被记载下来是它存在很久，它才会被记载下来。南曲戏文也很可能在民间流传很久了，只是文人看不起它，它又没有被早期记下来。可是我们却在北宋的这个资料里边，我们却是在南唐。古代的南唐里边的韩熙载有关的这个资料里边，看到了南曲戏文生旦的资料，所以拿这个来说，我后来写的文章不一定就不对，可是他没有这个十足的证据，没有韩熙在夜宴图那一张图里边说他在演南曲戏文，或者在演永嘉杂剧。就像这个什么呢，霍金，世界这个对他推崇的了不得，他就是得不到诺贝尔奖，因为他的理论到现在没有办法证实。同样的无奈、啊、